感谢各位坐在荧幕前的观众，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首先呢，还是不能例外的做一个小小的广告，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频道，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军事频道。上个礼拜呢，我曾经报告过说，哎呀，总算突破了3500。上个礼拜我看的时候，大概有一个点到了3500多。那当然，这个礼拜我也非常的关心，这个礼拜居然有一个突破了3900，前两天我看到的，现在说不定已经过了4000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这真的是一个军事，真的是一个冷门，希望你能够分享给关心军事或曾经身为军事的这些的朋友们。首先我们要说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大陆为什么建造航母。因为去年辽宁舰啊，第一次在我们的东部海域操演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广泛的这个议论。那这一次山东舰更不得了，配合的是这一次麦习会，不是蔡麦会之后的环台军演，那一时之间，那特别是绿营不断的在说，大陆的航母是为了就是要攻台，就是为了要威吓我们，讲了很多危言耸听的话，那我相当不以为然。那我就今天依据我的一些专业的观点来反驳三个主要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哦，因为以前我们的西面是面朝这个大陆，所以它这里可以很容易的去进攻我们。那我们的东面呢有个中央山脉，所以也许20-30年前国军认为东面是比较安全的，但现在东面早已经不安全了，现在的武器射程精准度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现象了。可是这一次呢，因为山东舰跑到我们的东边，好多人就说啊，糟糕，完了，以后武统东西可以夹击。那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啊，我觉得这张图一看完你就会知道说，哎呦，他怎么会用航母从东西夹击呢？请大家看这张图，这是台湾，他如果要打我们的东面，从上面绕或者从下面绕，你有没有发现都非常非常的遥远？如果他直接从这里打台北，就这么近，甚至我说他连南部都不会打，你现在跟他从这里打，他一路打上来吗？没这回事。记住哦，他从这两边朝东打，那实在是画蛇添足啊，而且在这里或是在这里都很容易被别人攻击，那他怎么会挑一条这么愚笨的道路呢？他当然是直接取这里。特别是俄乌战争结束以后，我觉得俄罗斯犯了一个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他认为兵临城下乌克兰会投降，所以他没有一开始就直取基辅。如果一开始俄罗斯可以很容易的就直接进入基辅市，把整个基辅市控制了，乌克兰还能怎么抵抗？同样，你今天你去想，如果在一开始3个小时、半天之内，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台北，整个台湾接下去，你要怎么样子去对抗呢？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从东部来哦，几乎不太可能。第二个不太可能的原因是，你们知不知道东部是兵法上所称的死地？什么叫做死地哦？好比说我们陆战的时候，我们啪强占一个战略高地，一个山头在那里，好不好？这是叫做在陆军常讲越高是战略要地，对吧？好比说我们的敌人啪占据了这个山头，整个顶被他们盘踞了，可是底下的我如果去攻他，那当然是很累的事情，因为他从高往下滚个石头，丢个火，射个箭，我都会很累啊。那我从底打上面，你射个箭要拉多大力气，石头也滚不上去，所以那个地方的确叫做战略要地。可是如果我不去攻它，我把部队向后退5公里，把这个山头包得密不透风，任何的食物进不去，水进不去，它也退不了，这个时候在这个山头上的这个敌军就叫做进退不得，他的粮食能撑多久？
当一个地方一个部队站在那里，你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然后你的粮食补给又非常困难的时候，兵法就说这个地方叫做死地，死亡的死，进去那里几乎是死路一条。你不知道东部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解放军啪，我不管他有没有能力登陆，我算他登陆好了。平常啊，台风来地震，那个道路柔肠寸断，没事就封个三天五天的，那还是天灾呢。如果是人祸呢，我们派个战斗机把中间的一条桥炸了，把一个好比说北横某一个路段的一个山炸了，一个塌方下来，不就是它结束了吗？所以东部是死地，解放军不会去打呢。那你说，哎，东部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好比说加山基地，对不对？贴在那里，现在需要用这个叫做航母的兵力去打它吗？我们从陆基起一个什么，好比说运20，它可以载66吨的炸药，绕一圈过来，它一样从 东岸打，它不会用航母去打。所以航母跟东西夹击是没有关系，不是说它不能东西夹击哦，它可以，但不是用航母兵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一定要清楚航母哦，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aircraft carrier， 就是运送飞机的船，所有航母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上面的飞机，好吧？所以你看航母本身没有什么很大的攻击力哦，好比说它可以发射100枚的垂直发射系统的那个飞弹，没有，它通通没有，它要靠旁边的船、旁边的战斗机保护它，它本身就是上面有很多的战斗机可以起飞去打别人，所以它的重点，它其实我们用军事术语说航母好了。就是叫做海上移动机场。那海上移动机场，你要记住哦，航母非常的贵。航母的本质就是一个能够动的机场。如果它跟一个陆地上不能动的机场，航母一个的价值也许1500亿，我说台币。那如果我要在陆地，好比说我们到澎湖去建一个军事基地的机场，那个大概100亿可能就可以了，也许150，我不确定啊。航母大概1500，大概陆地不会很贵，就挖个跑道，什么油库、弹药库。好，你知道这两个的基本价值差很多。然后航母不仅是高价这么的贵，所以它平均起来去支撑一架飞机起来的那个基本上的金额支出啊，就很高的。它第二个麻烦是什么？你知道？它跑道太短了。航母跑道大概多少公尺？300公尺，多一点少一点，大概就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一个陆地的机场跑道多少？2000-3000公尺以上，因为航母的太短，它不可能一直加速加很久再起飞，它要在很短的时间，所以就有一个什么电磁弹射、什么蒸汽弹射，把它从镜子哇一个赶快把它冲上去，这是航母。即使有这种辅助，它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航母它能够，第一个航母飞机不能太大，你不信叫他们去弹射一个叫做什么波音这个客机，你看它弹不弹上去？绝对弹不上去。那波音一定要慢慢冲，所以你就知道陆地跟航母上面的飞机的能力、大小、筹载量差了非常之多。那你接着你看，我们好比说以歼-15，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解放军歼-15的飞机啊，它空重啊，就是它全部这个上面什么都没有，一架空的飞机。17吨，它最大起飞的重量32吨，这中间差了15吨。这15吨要涵盖什么呢？飞行员，所以飞行员如果很胖，飞机就载的稍微少一点。除了飞行员以外，主要有两样东西，一个油，一个弹。像歼-15这种飞机，加满油也许有10吨左右哦，8吨、9吨、10吨，因此15吨它只剩下了5吨左右了。所以它如果要装弹，加满油它只能装5吨的炸弹，那它可不可以装个，好比说它最多能够装10吨的炸弹，可以，油就要少，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这个限制。记好，航母的飞机因为油弹的这个比例，所以它可能飞得近，它飞不了很远。然后第二个，它的弹药量是有限的。我刚刚举过一个例子，解放军的运-20，它起飞以后，它可以在66吨的弹药，是我刚说这个的大概10倍。
那你说那可能他飞不了这么远啊，那接下来我就要谈一个真正的航母作战的形式啊，因为它太高价了。你知道这个航母值多少钱，上面飞机值多少钱，上面有这么多的人命，几千个的人命。所以当我在遭受威胁的时候，航母的第一步就是推到很远，它会拉出一个很半径很长的保护网。这个半径，我说的半径很长，最起码500公里。所以当如果你要从航母上起一个舰载机去攻陆地目标，最起码它已经要先飞500公里。那你从陆地呢，绕从那里绕过来，也许大概700公里就已经可以绕到我们东岸来了，它何必要从陆地起飞？而且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所有陆基起飞的飞机哦，现在你去查一下它的资料，战斗机的航程4000-5000公里以上，轰炸机呢，运输机呢，7000公里以上，轰炸机呢也是大概7000-8000公里以上。如果叫做战略轰炸机啊，它10000公里以上。意思就是说，从陆基飞机大，载弹量多，又因为它现在飞得远，它作战半径最起码，所谓作战半径，我跑这么远，执行完任务再回来，最起码2000公里。各位，你去想一个，大陆所有沿海机场起飞的飞机，稍微绕我们南北远一点，这样绕过来，到我们的东边去攻击我们的，好比台东花莲，然后再绕，攻击完毕掉头走，这段要不要2000公里？哪需要2000公里？所以陆基来做这个东面来攻击的，绰绰有余。陆基又便宜，风险也小。航母战斗群摆在那里多累，这是第三个。当然还有一类说的，就是说我们东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解放军的航母山东舰一站在那里，美国的航母就不敢来了。这个是对解放军航母期望太高，因为美国的航母，你想想它多大，它有将近100年的运作的这种经验，它太成熟了。那目前最起码目前我可以担保你，解放军的航母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美国的航母来对应去对上的。什么时候有可能哦？我给各位两个指标，就有一天这两个指标达到了以后哦，你再去评估解放军跟美国的航母谁比较厉害。在这一天以前，想都不要想，解放军航母是打不过美国航母的。哪两个指标呢？第一个，核动力。各位，什么时候大陆的某一个航母变成核动力，我们一定知道啊，这叫变核动力。第二个，记住，这是你评估所有武器装备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可以这个派上战场的时候，那个东西叫做量产。什么叫做量产？好比说动五五大区，它现在已经有8艘了，这8艘船每一艘的编号舰名都不一样哦。好比说航母现在也有3艘了，第一艘的编号是动16，第二艘动幺拐，第三艘动18，舰名叫辽宁、山东、福建，编号不一样，舰名不一样。记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形式。动五五三个，8艘船，它的形式都叫做动五五大区，有8艘，代表这8艘船在量产。当一个国家决定这个装备量产，就是说他自己对这个装备满意了。中国3艘，大陆3艘，第一艘的型号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动动幺。第二艘型号多少？动动2。第三艘型号多少？动动3。有一天第4艘如果是动动4，是核潜舰，而且完毕之后，动动4连造10艘，然后每一艘的编号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如果有这么一天实现了，那天你再认真的看待它有什么舰载机，它有什么飞弹，它有什么防卫，它水下有什么潜舰，那天才是可能跟美国航母一较高下的时候。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对不起，它就是能力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我，
如果解放军派了他的航母来阻断美国的航母来，这叫做什么？孙子兵法有讲，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中国人是最会研究孙子兵法了。你以为解放军那么傻？解放军一点都不傻，他一清二楚。你们媒体怎么谈，他是懒得理你们而已，他怎么不知道？所以解放军对面对这个时期就叫做拒止战术，就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不跟你打，我往后退。这个海域我无法控制。什么叫做控制这个海域？就是我的飞机、我的船能够自由的在这航行，而且很安全。好比说现在我们的台湾海峡，也许西岸过来一点，我们认为我们有制海权，我们船可以在这自由进出，也不必担心人家会攻我们嘛。这就叫做控制的观念。那解放军很清楚，我们的东岸靠美国的关岛那一带他控制不了，那怎么办？打不过航母怎么办？我不去，好不好？谁来我就打谁，那一块海域谁都不要用。这就是解放军目前在这一块海域，如果有人想要从东边援助，在武统的时候援助台湾，他用飞弹把你打掉。他的飞弹以前我介绍过，东风17、东风21D 什么超音速飞弹，而且曾经他们在西沙越几千公里打了一个移动的靶船，从空中这样打下来，美国国会写了一个十年无法逆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只要这个发生台海紧张，你会发现美国航母第一个立刻再也不像1996年那么神勇待在这里不走了，立刻往后退很多。这就是他句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简单讲吧，航母跟武统无关。那既然航母跟武统无关，统一又是解放军这么重大的一个神圣任务，你说航母多么的花钱？你 YouTube 上有一些在介绍航母一天要多烧多少钱，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我的天哪，天底下不是那种超级大国是养不起一个航母的，那还好多航母呢。那你既然他跟武统统一无关，你就拿它干嘛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远程的兵力投射。为什么远程的兵力投射呢？因为现代战争呢，我上一次讲过，一定要先抢制空，制空抢赢了，你才可能制海。因为飞机发射的飞弹起跳，大概攻船的飞弹起跳120，那我上一次讲说，船打飞机的大概三五十公里，对不起，有时候讲快哦，那个语病啊会讲出来。那我回去以后，我这些有很多学长在看，有个学长呢就跟我讲了一个都是非常要谢谢这些学长没事来指导我一下的。他说其实我们海军现在有一款能够打到最远的防空飞弹，可以打到100公里，但是还是短于打空军打船的那个飞弹距，因为那个是大概起跳120，那我上次讲只有30、50，实际上还是输，但是没有输这么多。所以没有制空就没有制海，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天空是敌人的飞机，我们的海边是敌人的舰船的时候，陆军你要打仗吗？制陆也很难。所以记住，现代的战争第一个要抢的是制空。那制空如果在，我还会说我们台湾在附近这个海域打，我们的机场都在这，所以制空我们还有能力。我们飞机只要想办法起来，我们就有制空的去抢制空的能力。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很远的一个区域打仗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南沙我们的这个，好比说我们的太平岛被人家抢走了，我们要远征，可是对方如果在附近有战斗机，有这种能够发射攻船飞弹战斗机，我们派去的任何船是不是都是挨打？所以这个时候所有远的现在的战争第一个想就是我怎么制空。大家记不记得20-30年前吧，说不定更早，英阿福岛战役的时候，是不是阿根廷旁边有一个叫做福岛，福克兰群岛对，在那里原来是属于英国的，就阿根廷觉得就在我家门口，有一天突然觉得莫名其妙把它抢下来了，把上面的英军给他给控制了，把他送回去了吧。那时候英国几乎绕了半个地球啊，派了一个特遣舰队来去打这场战争。那里面有两艘船是能够去作战的关键，第一个英国的航母，
它上面带有大概只有二三十架战斗机，即使只有二三十架也是战斗机哦，否则它是没有 空防，那就只有挨打的份。阿根廷也没有多少架战斗机哦，也是只有这个二三十架而已，所以他去了一个航母，基本上制空他没输。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就是他的，因为你要抢个岛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个登陆舰，上面载满了三五千人的还是四千人的陆战队要去抢这个岛，还有很多防卫舰，其实这些防卫舰都是在保护这两艘船的。记住，打一个战争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去找那个叫做战略重心。好比我是阿根廷，英国带了一个特警舰队来，我第一个要知道它的战略重心是什么。什么叫战略重心？就如果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东西，他一定输，他战都不必打。那我刚刚提到两个战略中心，第一个航母，第二个就是载运那个陆战队的那艘船。所以阿根廷我不晓得他当时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结果他打了一个雪菲尔号，他把他的那个驱逐舰给他打沉了。那他们也有飞机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间互有损伤，但是那两艘船他没有击沉一艘。如果只要击沉一艘，记住这个舰队立刻撤退回去，因为这个不必打，那个要胜的关键的东西战略重心没了。那这个舰队那个时候是柴契尔夫人坚持要过来的、哦、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说那太远了，你抢个福克兰群岛干什么，那你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大概就鸟粪，好不好，我们抢它干什么。有人反对，但是柴契尔是铁梁子啊，就派着过来。你去想，如果我刚刚说的两个周一被打掉，结果这个特警军队狼狈而归，这个在英国会产生什么政治效应？铁梁子可能在三个月之内就下台。为什么？太丢脸了，叫你不要去你要去，结果让我们这么丢脸。可是他有两个航母跟那个登陆的这个，所以这当中就是航母，这就是航母的第一个用处。如果有一天大陆北京跟一个远地方的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发生了争执，一种就是我们不要去打，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有空中的这个兵力来制空飞机。那如果附近没有一个国家你能够让你的战机降落，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反中嘛，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航母，这是第一个，这是航母的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啊，就是我讲了好几次的，他在为了维护他的海上丝路。什么叫海上丝路呢？就是这一条，看到从这里，这是海南岛下来，通过南海穿过这个叫做马六甲海峡上来，一路过去，这是印度洋，印度洋再从这里进去红海，这红海这样上去苏伊士运河，这是一个叫海上丝路。然后这里有个油路，它的 70% 的石油从这进，然后 70% 的进出口贸易仰赖这条路，这就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有多重要呢？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刚刚我们有介绍到苏伊士运河嘛，记不记得几年前两年多之前吧，长荣海运有一个叫做长四轮，它是不是好大一艘船啊，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全世界好大的新闻，那一阵子整个航运被他一条船给他给搞中断掉了。好，长四轮在那搁浅，他那艘船如果载满货柜可以载满20000多个。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自己去想一下，如果这个货柜哦今天停在基隆港，停在基隆港，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这20000多个货柜运到高雄市，我请问你，你来负责执行这个进度这个工作，你是交通部部长或是你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你怎么做？你这想就是20000多个货柜啊，那有20000多个货柜车，那种货柜车的一个一个拉这样运，哇，那是多艰难多耗时，要花多少钱？可是长四轮一艘长四轮他船员是25个人，就25个人，这一艘船在海上走我们的台湾海峡这里切进过来，10个小时左右就运到高雄了。你知道海运跟陆运差距是何等的巨大。所以呢，大陆因为
他70%以上全都依靠这条海上丝路，所以呢，江泽民时代他就说了一句话：向西走出去就是向背后，因为他想到将来马六甲被人家封锁，我们中国经济就完蛋了，你知道？这是第二个，胡锦涛讲了一个马六甲困境；第三个，习近平讲了一个“一带一路”，他执行了做了“一带一路”，通通是为了解决马六甲万一被人家封锁的问题。那如何证明呢？我这里有一张图哦，等一下很长。我们都会一直聚焦在这个图，大家去看一看啊。这是海上丝路一路过来，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南海三岛礁，就是永暑、黄岩、永兴都可以停降机场。那这个地方呢，距离海南岛大概1000公里，距离新加坡1000公里，刚好在它的中间。那除了这个之外，目前只有一个叫做吉布地，这是现成的，已经了，这是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在哪里呢？在亚丁湾，在这亚丁湾很有名吧，红海很有名吧，通过这里卡在这里，这是大陆在海外唯一的军事基地。剩下的这些所有红的、哦、都是有可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我一个一个说明如下。第一个，印尼，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总书记，2012年的次年10月，他就到印尼。他在印尼啊，国会演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来一起来推动海上丝路。”印尼也同意了，然后就双方一直在合作，合作到2022年呢、啊，就是一年多以前，习近平又到了印尼。你去算一算，习近平这一辈子有多少次出访？2次来到这。所有的目标就是海上丝路，我们如何一起合作，一起建造，这是第一个印尼。接下来呢，缅甸啊，他从大陆，从中国的昆明啊，云南省昆明建了一条油管，汽油管，就是能够运油的。这条油管一年能够运哦2000万吨的原油。台湾一年用大概4000万吨多一点，就是说这条油管如果接到台湾的话，我们一年大概只要有2条这种油管，我们所有油都用完了。而这里大家注意看这个地哦，它避开了马六甲，它从云南这里打了一个进入到了缅甸。除此以外，缅甸在这里哦，它有一个群岛叫做科科群岛，科科群岛就在这里，它就在马六甲的出口，要进入这个叫什么海的？这里的一个要道，菲律宾海的要道在这里。大陆跟他租了，签了一个约30年的租期，科科群岛租给我们中国大陆。然后他在上面建了雷达站，他在上面建了一个2900公尺的跑道，所有的各种机啊，各种的战斗机、飞机、运输机、轰炸机，通通可以在这停。这是缅甸。再来第三个。孟加拉很早大陆就投资了87亿美元，改善它这里有个港口叫做吉大港，吉祥的吉，大小的大，吉大港。然后它也从两国这里建了铁路、公路，以及在这吉大港附近建了一个经济园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我只是提几个大项。除了孟加拉之外，斯里兰卡。记住，斯里兰卡是在印度的尖端，这里外面有一个岛，这斯里兰卡。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去看这些东西，我第一个就想说啊，他一定要再想办法在斯里兰卡找一个，因为正好在这个中间。结果我一去看啊，哎呀，果然斯里兰卡早就跟中国大陆在合作了，他们在那里和那个开垦的一个叫做扩大了一个港口，作为整个。这个货柜的叫做集散中继站，集散中心，这个港口中资股份占了85%，这是斯里兰卡。再下来，巴基斯坦，大家只要了解一下这个叫做国际战略，叫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巴铁。什么叫巴铁？铁杆兄弟啊，他跟他们好到什么地步？他从 Gaza， 就是我们的这上面有一个叫做西疆，
它有个市叫 Gaza 市，一直拉了一条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就是高速公路铁路拉到这里一个港口，叫做瓜达尔港，还有油管、油气管从这里拉过来。那除了巴基斯坦继续往下，伊朗，伊朗最近才爆出一个新闻，就在几天，伊朗最近因为伊沙跟沙特阿拉伯大概和解了嘛，所以中国跟伊朗的关系非常好。前一阵子才公布了一个，就是在未来25年，大陆会投资伊朗4000亿美金做它的基础建设，包含港口、交通、通讯、电力、银行、能源，协助伊朗开发成现代化的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再往下，阿曼，阿曼在这里，阿曼在2018年的时候跟中国大陆签署了一份叫做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大家去看那个的话就知道，整个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共同来做一带一路，共同合作，共同开发，共同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最牢靠的战略伙伴，基本上大概说这个意思。这是阿曼。再下去，阿联，阿联在这一次不是有一个21岁的小孩子非常的无知的泄露了很多的机密吗？这份里面机密资料有一份媒体报道出来了，说啊，就说之前在阿联有一个港口正在扩建，然后经过消息打探说他可能这个港口可能租借给中国大陆，结果就有国家施压，那我不能说是哪个国家，应该是美国吧，也没有什么国家有能力给他施压，结果在2021年的时候停工了这个港口，结果依据2022年12月所截获的情报显示，第一，这个港口已经通电了，在继续新建；第二个，这个港口有一个军事的仓库，已经筑起了围篱，不让别人进去。这是阿联。那最后一个呢？这是沙烏地阿拉伯。那沙烏地阿拉伯最近也因为跟伊朗在中国的化解之下，双方要恢复建交，所以现在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之好。那沙烏地阿拉伯很有钱呐，他不需要你中国捐助他什么钱，他太有钱了。但他最近提出了一个2030愿景，就是说希望将来我在红海，这是红海嘛，靠近埃及这里，他要建一个高科技城，投资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所有的这个建设都是基础建设，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未来在这里建这个城啊，中国大陆必然是不可或缺的要角。好，大家注意看啊，所有这些黄色的这个部分，如果未来有一半以上成真，变成中国的海外，中国解放军的海外基地，或是很可能全部成真啊，记住啊，这大概的彼此的距离从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平时呢，我每一个这个地方啊，我只要住一个，我不要住那个动五五大区，那个太贵了。我只要住什么东西，你知道？动52D 这种7000吨的神盾舰也是很厉害的，每个只要摆一艘，冲突大一点我摆个两艘，就是问题多一点我摆个两艘，就足够震慑这里所有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哦，最大的一个军事力量是大概印度，印度连神盾舰都没有，你就看一路过来，他只要摆一个动52这种驱逐舰，目前他有多少呢？25艘，我说的是解放军25艘，还有10艘在建造，总共35艘还在建呢，有一个船长一次在造4艘，你就他将来要做多少艘，就摆在这里，平常其实就足够了。万一某一个地点，好比这里局势升高，美国也涉入，这个也过来，那个也来，一两艘动52大驱镇压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中国大陆航母带着他战斗群过来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航母战斗群往右边压。所以你看，第一艘辽宁舰是训练舰，他基本上母港在上海那一带，因为上海啊都是造
航母的这个母港基地啊、以及造船厂，所以所有的航母只要要修定期定保大保什么的改什么东西，它都要回到上海，否则它的驻地都会可能往南压。所以山东舰就第二艘在哪里？山东舰的母港在海南岛，你就知道它一路就是想像这样子过来的。好，这个我花了很多的精神来解释了。我不晓得能不能够说服你说中共造航母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经济，因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本，富国才可能强兵，你没有钱一切免谈，知道吧？那他为了一切就是为了希望我将来我的在一路上 你去看哦，在他这种安排之下，这一路上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敢跳出来阻断这个海上丝路？谁？没有人啊，他真就在确保这那陆地方面，他也想尽了方法要打穿，这就是一路丝路，海上丝路，陆地也在建，这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那我再最后做一个结论，航母跟武统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拿这个航母来吓我们台湾人，好不好？都是谁在下？是我们自己在下，尤其我们绿营的那些名嘴，那么媒体没事啊，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了？有根本不要去信。我们的右边那里，台湾的东边那里，就好像你学汽车开车，你是不是要到汽车驾驶这个训练班？右边我们那里就是航母战斗群的训练班，记住那里他一定要去做训练，但是跟武统是无关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个东西是，是我感触是非常深的。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话题讲的比较长，我感触为什么这么深，你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刚刚那张图上面好多黄点，对不对？你看我这个一路黄点那张下来，哎，你以为北京这么的叫做深谋远虑，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都这样点好了，将来他的海外基地都要在这个地方深吗？你知道我这些黄点是怎么找出来的？我照了那个图啊，我就在想，哎，吉布地在这，那是现成的，对不对？那除了吉布地之外呢，海南南海啊，那里有好多岛礁，不止刚三个，好几个。它就是中间每一个岛礁，记住就是一个不成的航母。对不起啊，好像有一点冷热冷热的。那其余的黄点我怎么找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就坐在那里看了地图，好比说我第一个找到的点叫斯里兰卡，我说如果他这一路上想要去维护的话，他的补给站哦，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好的地址，最重要的战略要点。一去查，哇，果然跟斯里兰卡好得不得了，有个港口他已经投资了这么多年了，建了一个转运站，然后他还占股份占85%。然后第二个我再来看，因为马六甲可能出问题，最马六甲那里资额最重要的那就是缅甸。再一看缅甸，哇，已经建了一个输油管，一年能够建2000万个，然后底下有一个那个科克群岛什么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里摆一个位置会很好，然后我去研究中国大陆跟他们的关系了，我才发现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然后不单如此，我再说一个，不单是这些国家，我以为他是深谋远虑的跟这些国家交好，你再去研究所有往后推的中亚五国在哪里啊，最近也跟他们特别好，一路过去阿富汗什么什么什么，中国大陆跟这些所有的国家都在合作，他的合作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以前我以为就是觉得好比说海路就是港口嘛，陆路就是高速铁路嘛，仔细一个一个去看了以后，你才发觉一带一路啊跟所有跟他合作的国家，好比说印尼，那个路上能怎么接过去啊，他一样帮他建铁路，一样帮他建高速，什么什么，他所做的这些东西全部叫做基础建设。我跟你合作，中国大陆跟你们合作基础建设，参加我们的一带一路，然后第一我给你贷款，高额贷款，那几百亿美金都是小事啊，几千亿几千亿美金啊，而且这么长的时间给你贷款，我给你技术，因为你建高铁也好，建港口一样，那个码头那都是技术，你要器具我协助你，我的技术来，你没人是不是？我人都来。就中国大陆
跟后面所有吸过去的这些国家在做的合作。然后你记住哦，所有的国家你想要能够不务贫穷，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交通。国父就在他的那个叫什么建国方略里面有讲啊，货畅其流，只要货运能够很方便的运送出来，这个地方不会太贫困。好比说我常在想一个拉拉山，我住桃园，桃园后面有个拉拉山，哎，你拉拉山季节你到那去看看，它那个水蜜桃有这么大的，你知道吗？那个皮薄的扒下来，我记得我刚开始退伍的时候有一次去，那一粒800块钱，哇塞，我天，那是八块多贵啊，哇，怎么会这么贵？如果你去看啊，它那个水蜜桃，我们有足够的交通把它一生产的时候立刻运到高雄、台中、台南、台北、基隆或甚至上海、北京，这个水蜜桃可以卖多少钱？可是没有，如果没有交通，我进拉拉山要开一个大概10几公里的崎岖山路，然后还上不了山，还要再爬山爬上去才能够买到这水蜜桃。这水蜜桃摆到烂了也没有人买啊！所以记住，要让一个国家走出封闭，走上富强，交通要先给它打通。那除此以外，它不是只有交通吗？你去看一带一路每一个国家，你去看能源、经贸区，所有的港口，它可以建那个好大的经贸区啊，都是中国人去那的投资，然后大家来设厂，西医厂商来，银行、医院，甚至有学校。所以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哦，这是我这次最大的一个感慨哦。今天很多人在批评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批评的基本上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中国人啊，北京啊，坏透了，借这么多钱给这些国家，债务陷阱，知道什么叫陷阱？我很大一笔钱借给你，嘿嘿，我就知道你有一天还不起，那还不起那天我叫你卖身，这就叫债务陷阱。好，这是一个。那我请问你，如果我是一个很穷的人，今天有个人愿意借我钱，我先不要问他动机是什么，我会感激死了，他愿意借我钱，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债务陷阱？你不愿意我陷入债务陷阱，你借我钱呢、啊？你不要收我利息，你借我钱呢、啊？这讲都讲不过去的。什么叫债务陷阱？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过去20-30年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发展起来之后，它的基础建设、工厂、各种的建设能力都膨胀起来了，就一下子大陆建设完了，然后呢，然后它没有地方去扩展它这些了，所以中国的大陆经济要垮掉了。那怎么办？只好把他多余的能力往后推，这是第二种，就是说，其实他推动一路都是自私的。第一，债务陷阱有目的，居心叵测；第二，因为他快垮了才出去救你。讲这种话的人哦，大概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不然就是失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批评。那最后呢，我要特别讲一下。中国大陆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想跟你讲，你去仔细去想哦。美国人在这个世界哦，拿了一把枪走在前面，然后他对所有的人用恐吓的口吻说：“听话哦，听话有糖吃，不听话等着吃子弹。”这就是美国人。美国人是不是这样子？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是捧着钱走在前面，微笑的跟所有国家讲，我们一起合作，共荣共富，大家一起让这个世界更富足，是不是这样？从一带一路里面你所有看到的，我就觉得真是这样。那如果你要举个实际例，我就跟你讲塔利班或是基地组织，美国人是怎么消灭他们的？恐怖分子当然不好，这些人没事绑个炸弹去炸人家，这些人干嘛？这个女人小孩子，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怎么会世界怎么会存在这种人呢？那美国也恨，我也恨，全世界都恨。那美国怎么办？拿着枪派了军队到这些地方把他们杀掉。美国是不是这样子？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是协助他们脱离封闭，不要这么贫穷。你看，像美国一撤走，从这个阿富汗撤走，先把阿富汗所有的外债什么美债什么给没收了，不要几十亿还多少。中国的第一个动作是派了
外交人员进入阿富汗，给了他2600万的粮食跟医药，接着火车就送到他们国家去了。这就是中国人，两个地方差距就是这样子。那你去想一个，如果这个地方，我举个例子，台湾有一个邪教，他今天鼓励你说，啊，那个太可恶了，你今天绑个炸弹，然后去把他给炸死，然后你会升天，你会信啊？你才不会信呢、啊！会去做这种人，第一个是封闭的思想，那么那种宗教；第二个是贫穷啊，当他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你知道，活得越痛苦，死亡就越不那么的难过。这就是那些地方之所以会有激进组织、恐怖分子的原因。美国用杀，中国用改革开放，让他们富起来，他们就自然不会存在恐怖分子。这是以上第一段，接下来我们进16秒的广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谢谢。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官 on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芯片上架和即时直播。谢谢大家。这个广告其实蛮短的。刚刚讲的其实是蛮沉重的一些话题的。你讲那些东西，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美国这么的坏，中国是这么的和平，在促进这个世界的进步，可是一个坏蛋每天可以想尽了各种的理由方法来抹黑，制造中国恐怖论。实在是有时候你读起来就觉得是，那个这个世界不公平到这个地步。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就轻松很多了，不要讲这么老是这么严重的话题，我心情不好，寿命也会短的。接下来这个话题讲的就很轻松，讲什么东西呢？有一个叫做 AI 无人炸弹，这个是中国时报4月27号登的，我看到以后觉得哇很有趣。它的标题我念给大家听哦，首款搭载 AI。迷你巡弋飞弹震撼登场。那这个东西呢是什么样子呢？是土耳其的一个叫做拜卡防务，它这个巡弋飞弹的东西叫做弓箭手，看到没有？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哦，当你看到这个飞行体它有这个翼面的时候，就是它可以控制它的方向，它可以控制它如何飞行。当你看到前面有一个玻璃的时候，透明的时候，就它有视觉。如果是雷达是红外线，它都不必是玻璃的，它可以做。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第一个它是可以控制方向的，它结合了视觉，再加上它自己说的这个 AI， 这就是这一款叫做弓箭手迷你巡弋飞弹。那这个飞弹呢，它有一个介绍的影片，在这篇报纸上面，而不是电子报上面有一个32秒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这个影片是不是刚刚你看那个飞弹是不是前面有个透明的，它有个镜头哦，那就有几个参观的观众在前面那个镜头那里装动作，你知道，在那动动动动动，然后那个镜头照了之后，它后面有个很大的荧幕，就前面的人啊，荧幕就在后面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颗飞弹可以把荧幕的一景象看到这么的清楚。那我跟你讲，这个飞弹跟以前所有的巡弋飞弹的差异就是，我告诉你，一 AI 加影像，就这两项，其余都跟以前差不多的。那说以前呢，我们就要说到以前的巡弋飞弹，最终的时候叫做攻击目标叫终端巡标，就是最后它怎么找目标呢？基本有两个手段，第一个是电磁波，就是发射电磁波出去，它可以知道哪里有目标，反弹回来之后，哎，哪里有目标，它就攻哪一个。第二个是结合红外线，因为可能我这里好比说有同时有三个有回击，有一个是干扰弹，是打了干扰丝云，我以为是目标，其实不是。那接着它就第二个就看哪里有红外线的热，两个都结合，它知道说啊、哦，这就比较可能是，但是比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那弓箭手呢？它有一个那个镜头啊，是我看它的资料是36倍聚焦功能的镜头，
36倍聚焦功能，那我上网查了一下，哦，已经具备专业相机的水准了。一般4倍、5倍就已经算是不错的相机了，那36倍更好，意思说它可以看到很远，它的解析度非常的清楚，这是一个专业相机。第二个，其实以前别的国家哦，具备这个叫做视觉影像的终端型标啊，已经很早就有了，大概在我20年前写的小说里面就有出现过。我以前写军事小说的。就有出现这个，它怎么样在最后的时候去攻击目标，靠影像。那影像呢有什么好处你知道？我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什么船，我第一个可以选择，我看到是航母，我看到是大驱，好比说我要打航母，那我选择航母，我不去追你这个，那个视觉你骗不了。你说红外线我们可以打干扰弹，那个电磁波也可以打干扰丝云，影像你怎么作假？所以你就发现影像你没有办法反制它，影像最起码你没有办法，你突然 伸出了一个跟那个真船一样的影像在这个真目标旁边吗？都做不到。所以当它能够去选择影像的时候无法反制，最起码你软杀是没有用的，你只能靠硬杀，就炮弹直接把这个飞弹这个来袭飞弹打下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更厉害的是它有 AI，然后除了 AI 以外啊，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速度很慢。然后我最后我才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性能是什么。这个东西巡航1小时，在空中飞1小时，它最大的射程是200公里，不算很远的哦。一个小时飞大概从台北飞到台中，1小时飞到那里去，那算一个速度很慢的。它巡航速度多少？我们现在随便讲一个飞弹，大概是1马赫、3马赫，都是这种速度。它速度只有0.3马赫。哎呀，哇，一听怎么这么慢？但记住，它是 AI， 它有视觉。当你结合了这两项以后，它攻击会记好，非常的准。所以怎么样，你知道吗？像一般 Tomahawk。这种战斧飞弹，它前面的装药装了多少？480公斤，你知道刚刚这颗飞弹看起来也不小哦，你知道装多少？6公斤。为什么？它可以打得很准。当你可以打得很准，你就不需要装很多的药。而且它因为慢，它有 AI 要记住啊。我最后再说这个 AI， 它在战场怎么样用哦？好比我今天要攻击某一个船。你知道这个船呢，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它有一个不同的防卫力量。好比我船头这个是我最强的防卫力量，可是我船尾可能是最弱的，或者在某一个角度最弱的。这个之前你去研究这个船，你就会知道。那我可以通通设计这个系统里面，我可以知道这个船在高度多少，高度多低，它可能侦测不到，或者它可能打不到。所以当这个飞弹因为它慢，它有人工智慧。当他知道我今天要来攻击的是这个目标，等到一看到这个目标，看清楚他的位向的时候，他不会直接过去，他可以选择一个最佳路径。所谓最佳路径，就是船上想要反制我最困难的路径，我还可以上啊下拢起来，然后咚打下去，打到这个船的最致命部位，通常就是他的飞弹发射架。如果你能够打这么准，6公斤就足够了。这是第一个，我今天要谈的 AI 无人炸弹。接着我要谈一个电磁炮，这个电磁炮这个话题我从第一次我就想讲，但是每一次摆在后面还没讲就讲完了。记好，任何一个武器的杀伤力是来自速度。好比我举个例子，这是一颗子弹摆在这里，动都不动在我手上，这是什么？只是一个铁。可它如果从枪口出来对着你过去呢，它就是有杀伤力的子弹。所以你第一个你要清楚武器的杀伤力，除了毒以外，毒死人啊，干嘛热啊，烧死人啊，什么之外，靠它的速度，速度越快，它的杀伤力越大。那最传统的呢，当然就是用火药，砰一炸，把这东西推出去。但是很快，人家就想到，你知道电也能够推。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时候你拿个电磁铁的时候，你就玩一个另外一个磁铁，反向的时候一推，啪，那个会跑开，或者你吸它会过来，就是磁场会让金属产生一个动能。那我们能不能够让一个很大的一个磁场让这个子弹产生很大的动能呢？这就是出现的，就是这个概念。大家看啊，这个就是一个
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子弹，要这过去啊，这都是磁场，磁场，磁场。它因为这里通过这的时候，这个磁场一产生，把它往前推，一倍的推力到这，两倍的推力到这，三倍的推力，这就是所谓的电磁炮。理论非常简单，那从希特勒时代就想办法做，做到最新的一个大概是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哇，这么大的一颗，这个已经能够射速到达七马赫，能够射200公里，非常远吧？这个人类还是要很早一个炮能够到达七马赫的，它可以做到这样。那你说怎么可以到达七马赫？它这总共有12个电磁线圈，大家去想一个，如果每一个电磁线圈呢，同时之间产生力量可以供整个基隆市使用，你想看它是多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它就哗哗哗一下就变这么快了，这是非常理想的。那它有什么的好处呢？它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因为这个炮弹的速度快，武功有句话，武侠有个叫做唯快不破，对不对？好，它快到极点，七海里，所以它摧毁力很大。第二个，它准度很准。为什么？如果我这个速度只有一马赫，我这个子弹打出去跟七马赫比，我的目标哦，对一马赫而言，它有7倍的准备时间，它可以逃啊、躲啊、反制啊什么的。当我的速度变7倍，它变1/7，所以我会比较有摧毁力，比较准，而且它射程会比较，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它没有必要推送药。什么叫没有必要推送药？大家注意看这个，这是几乎所有的子弹，它都靠底下的这个火药把这个子弹打出去，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看这里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推送药啊。如果我今天只要上面的子弹呢？开玩笑，便宜了多少钱？空间也省下来了，对不对？又环保，根本就没有这些火药这些东西，所以优点太多了。这是第二个。它的第三个优点呢？它的可靠性，因为就是一个电池，砰，把它打出去，有什么东西要一直转吗？像一个退堂啊，东西过去啊，上堂啊什么的，那好多东西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所以它的故障率会比较少。但是它有什么难度呢？第一个难度就是，我刚不是说要靠电池吗？那电池就是一个通进一个电线场，电池圈啊，它就是一个电阻。当你一个很大的力量进来之后，电阻会产生热，就跟那个电灯泡的那个热，不就是因为它电阻很大？你即使用铜吧，再怎么样，它也是一种电阻。所以当你电量很大的时候，它会很热。所以第一个，它会非常的热；第二个呢，电场的强度太大，结果造成附近的环境的电磁干扰，所有在这附近的可能在这一瞬间都会被这个东西干扰，船上很多电子装备啊，所以他要想办法把它给隔绝开来。第三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散热，第一个我刚说的那个散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散热，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什么来福线？一个炮弹，你看看这底下有一格一格的来福线打进去，因为你是不是要准？它炮弹一进来的时候啊，射出去之前的，你去注意看，即使电磁炮也是一样。它炮弹一出口是一个唰旋转的，转速很快，转速怎么出来？就是来福线割那个炮弹里面的那个叫做那个东西，这么快的速度出去，你有没有想过它会多么的热？热完了以后，你怎么样子去给它冷却呢？所以它非常困难。那因此呢，它有许多的缺点是克服不了的。从希特勒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实际在战场使用的电磁炮。那有时候你要去换一个观念，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哦。当年啊，索尼发生 CD 的时候， CD 不是那个唱盘吗？小小的数位的，他发明完毕之后啊，那个销售部门说这个没有市场。为什么没有市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 CD 唱盘啊，销售市场想的就是以前胶盘这么大，所以我的 CD 唱盘也要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 CD 胶盘上面可以，好比说同时放80首歌，一次放可以放8个小时，放8个小时没有人会去听也就算了，你知道80首歌版权是多少？那张唱片可能要28000块台币，一次你要听8个小时，有谁会去买？所以他的市场就说不可能，没有机会。那接着呢，索尼就把这个东西给摆在那个仓库去了，置之高阁。结果后来荷兰的 Philip 同样的发明了这个，他也知道说，哎，日本在这方面技术是进步的，那因此我们应该跟他协调一个
我们的两个国家领先嘛，我们去协调，他就跑到了日本去。那日本人说：“哎呦，他来找我们协调这个 CD， 有什么好协调的呢？”哎，不要讲，不要讲。那我们大家坐下来听听看他们讲什么。结果荷兰人就讲说：“以前这么大，对不对？这个市场不能用，我们要想它变小，小到能够符合市场的价值。”那他们就想了一个，最小也应该要有多小呢？最起码要能装一个叫做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所以就是那个 CD 的大小是由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决定的。同样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你是觉得没有办法突破，但是你只要换个念头它就突破了。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讲，没关系，今天我们时间虽然到了，但最后尾巴可能多个两三分钟，我们收一下。第一，你为什么要用子弹？现在大陆已经在做的这个东西，在珠海4月6号珠海商展已经在展出来，它子弹是一个这个类似我们10元硬币左右都给它磨圆了，你知道吧？这是它的子弹。然后第二个呢，它的枪是这个样子，一个弹夹摆在这，通过电哒哒哒哒哒哒打出来，很便宜，那子弹尤其便宜。好，讲完这个了之后，大家去想一个事情。以前大家想的就是我电磁炮要快，要有摧毁力，要打得远，要打得准。后来想，我为什么要快？我为什么要有摧毁力？我就很近，它那个打出去的速度可以分电力大小分三段，可以把那个玻璃汽车玻璃啪打碎，那个钢板打整个凹进去，也可以更慢，西瓜也给它打烂。而且它因为没有一个旋转，所以它打出去有一点散，你知道，因为它不准，所以可以震爆，杀伤力不大，所以震爆是不是很好用？还有一个你想到了没有？我们可以用来反制无人机，因为它太便宜了。一个一个子弹出去，你先看那个多便宜，一个电量一充起来，唰，速度又快，啪，打出去，可能一分钟几千发，打了一个整个的面，钱不多，反制无人机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这次看到说，哇，有时候你念头一换哦，完全不一样功能就能够得到了。今天对不起，耽误大家的一些时间，这暂时讲到这里。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声，我们要希望大家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不要脱离。看到没有？不是这里，是这里。这里有一个 QR code， 请大家扫一下。这个是中天新闻的 APP， 我已经装在我的手机的首页了。希望大家也能够赶上时代潮流，加入中天 APP。谢谢大家，耽误一些大家时间，谢谢。你下载中天新闻网的 APP 吗？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还想要管制网络，钳制言论自由，消灭了所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民进党关得了中天，关不住民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我们赶快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的 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